接下来关心几则周末的活动消息。因应农历春节即将到来，新北市政府25号在中和区823纪念公园举行了国家清洁周全市大扫除的誓师大会，鼓励市民一起动手清理居家环境，共同迎接崭新的一年。新北市大扫除誓师大会25号上午9点正式展开。市府邀请位居中和823纪念公园周边的邻里志工及防皱业者一起参加。现场首先带来了舞蹈表演，提醒你大扫除也同时是运动健身的好机会哦。脚打开，双手屁股右边，左脚左边踩一下再次哦。表演过程中，朱立伦市长也莅临了会场，与众人一起加入舞蹈的行列，并呼吁市民动手清理环境，共同迎接崭新的一年。我们的新年，让我们的新北市一定要更干净、更美丽。我们自己的家园自己来清扫，让我们的环境更清洁，让我们大家生活更健康。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来自各里的里长带领的所有的志工，也特别谢谢我们几位议员都来共襄盛举。活动中还邀请不动产业者代表宣示积极参与周边道路的认养维护工作，并且不任意张贴违规广告，希望可以展现环境清洁的团结力量。而行政院环保署订定今年的国家清洁周，从元月23号开始，为期1个星期，一直到29号。也唯有每位市民主动的参与，才能够让环境整顿的工作落实在每个角落哦。3、2、1，新北市一。中嘉新北新闻综合采报导。